肯定是看到的灯啦。OK， 可以开始了。看到灯吗？那灯在哪吗？哎，调亮点。电压啊，电压了，调白没用啊。然后要把那个发光调上去，应该是这样的。我看是启动猪嘛，好了。速度可以快一点。按空格键调速度呀 ，low speed， 那么，再调一下布光，就这样喽。其他要不要看？只能随便略一下算了，略一下算了。旁边那盏灯，对对对对对，在这里。哎，哎，没事。